这是 Woodside Square 的一个灯展，看一下这个灯展还是蛮有意思的哦。今天是元宵节，你看那个是很可爱的小兔子哦。巴黎铁塔也在，有花花做得很细致哦，在晚上这个花好像还能闪闪发光哦，还有这个仙人掌，还有 bumblebee 小蜜蜂采花蜜喽，海豚，还有那个南瓜房子，都超级漂亮哦。你看这些灯还是很漂亮的，小美女，小房子，还有一个灯笼，超大的灯笼，还有超级可爱的玉米一家人。你看，还有带着花的小象，超级可爱的。还有蝴蝶，还有一条巨龙，小鹿，迷幻鹿，这个伞挺漂亮的。还有蘑菇房子，小绵羊，哇哦，还有金鱼哦，哇，还有一个大象图腾，稻草人，南瓜，这是鳄鱼，哎呦，还有这是可爱爱的灰太狼一家人哦，还有喜羊羊，你看多喜庆！喜羊羊、灰太狼和喜羊羊，还有骏马、印度安人哦，看起来像……哇，还有这巨大的两只青蛙，咦，这个星系还蛮有特色的哦。还有一个大鳄鱼，我们转一下，这边做得很精致哦。还有一个农作羹，这个稻草人仿的可真像啊！哇，突然出现一个太空人，还蛮可爱的。哇，超级大象！这边呢，好像清一色的，像仿造一个农场，还有一个大力士摔跤。但这个像个农场，这边那边还有一些蘑菇房子。租房子，还有大猩猩，在这里有一个大猩猩，看到没有？你走过去看一下，大猩猩，哇塞，这么大个猩猩，这是啥呀？怎么看起来这么恐怖哎？还有金字塔，这个呢，好可爱的小兔子。啊，不是小松鼠，还有一架飞机，哇！还有各种各样的车，还有农作车。哇，今天好冷哦，手都冰冰的了。年年有余啊，新年快乐！还有一家幸福的一家人，哇塞，一个大南瓜，这里旁边还有个迷宫，一直通向那个巴黎铁塔，好多甲虫哦，甲虫家族都在这了，嗨，哎呦，怎么没有一只眼睛？挺吓人的，我晚上看到，哇，一匹骏马突然出现在眼前，哇，这个小兔子太可爱了。
还有一群小猪，四种颜色的小猪，有紫色的、黑色的、红色的，还有绿色的，还有好可爱的小兔子，你看萌哒哒的。哇哦，好大一只河马耶！小兔子你们好啊，大青蛙你们好啊。哇哦，这个像是不是麒麟啊？太可爱了吧，这个做的真漂亮，我很喜欢这个耶。还有一个小朋友都喜欢玩的小火车，哇，好可爱呀，这小兔子萌哒哒的。大概就转了一圈，感觉很不错哟。哦，这里还有，哎呦，哇哦，十二生肖。哎呦，还有一个超大的大草原。哟，小猫车，宫崎骏的小小可爱的车子。你看，鼠，牛，是不是十二生肖啊？好像是。好，当当当当，还要看一下是不是小猪猪。老鼠、小鸡、猴子、马、蛇，好像是哦，十二生肖都在这里了。这个太美了，这个鱼儿做的。小姐姐你好，基本上大概如果走得快的话十几分钟就能看完。哇，原来这是有几只小蜗牛。哎呦，小蜗牛你们好，好大的一只手。喜羊羊，哇，好像很多人都走了耶，因为今天好冷哦，实在是太冷了。元宵节还要看灯，巨龙。好啦，今天看灯就看到这里了，美美的，真的好漂亮耶。这就是那个大门，5块钱一张票，也很值得的哦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过来看一下哦，就在 Woodside Square， 看到没有，就在 Woodside Square 这里看的哦。这里还有个特别特别好玩的小迷宫，这是迷宫，进去我不知道能不能走出来，牵不进去啦。好啦，再见，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哇，拜拜。